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山东职业学院创建于1951年，原为济南铁路机械学校。2010年，学院更名为山东职业学院。学院重视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培养。2005年至2008年，学生获得的实用新型国家专利达100余项。2007年度被授予济南市知识产权工作先进单位。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技能竞赛活动，先后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等奖2项，全国数学建模大赛2等奖1项，全国三维数字建模大赛1等奖2项等多项奖项，还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论文359篇，13项科研成果奖